接着看今天的山海气象。屏东狮子牡丹满洲最低温13到16度，最高温20度。太武来意春日最低温12到14度，最高温21度。三地门雾台马家最低温11到13度，最高温21度。高雄的桃园纳玛夏茂林最低温在桃园5度，最高温19度。嘉义的阿里山地区气温落在5到16度之间。南投的仁爱鱼池水里信义最低温在仁爱2度，最高温16度。台中的和平地区气温落在6到15度之间。苗栗的南庄狮潭泰安最低温在南庄9度，最高温13度。新竹的关西尖石五峰最低温在尖石5度，最高温只有12度。新北的乌来、桃园的复兴区最低温在复兴7度，最高温只有11度。宜兰的原乡大同、南澳最低温在大同8度，最高温14度。花莲的新城、花莲市吉安最低温14、15度，最高温16度。秀林万荣最低温在万荣8度，最高温16度。寿丰丰滨最低温12、13度，最高温16度。凤林、光复、瑞穗最低温13度，最高温15度。卓溪、玉里、富里最低温在卓溪2度，最高温14度。台东的长滨、成功、东河最低温14度，最高温18度。池上、关山、海端、延平最低温在海端9度，最高温16度。鹿野、台东市北南最低温14到16度，最高温19度。太麻里、大武、金峰、达人最低温在金峰11度，最高温19度。兰屿地区气温落在17到19度之间，有80%降雨机会。外岛地区的连江、金门、澎湖最低温19度，最高温16度。